我们结婚吧，这是唯一能帮到你家的办法了。我已经和我爸说好了，只要我们结婚，他马上就想办法注资上山。虽然没有办法帮你爸爸彻底翻身，但至少可以把现在的难关闯过去。 我家的事儿，我自己会想办法。工作室你以后不用来了，刘希婵，我会想办法。我刚刚联系了你经纪人，10分钟后来接你。关山哥哥，为什么我不行？云飞到底哪里比我好？我可以改。 你很好，会有人能珍惜你的好。关山哥哥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从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想待在你的身边。我做二次元是因为你，我任性，刺也刘希婵。 也只是希望你能更在意我一点。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很多事情都可以勉强，唯独喜欢不可以。路还长着呢，有一天你会遇到也爱你的人。 到时候你就会知道，在你的人生里，我根本不值一提。 知道我的好。